泰山，但是最好的队友，那也是最好的朋友。那当然，生涯棒球的生涯里面，终究还是有一个结束。那当然，这个结束也不代表说你不在这个球场奋斗还是打拼。那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在往后的领域里面，甚至在其他的方面里面，都能够保有你这样的赤子之心，然后去延续你这样的棒球的一个梦想。那当然，泰山，这段时间真的很辛苦，那跟你当队友真的是非常开心，也希望在往后的一些打拼的日子，能够还是一样维持你那开朗的笑容，然后开朗的一个思维，然后去延续你自己的梦想，这样加油。好。来，老板，辛苦你了。好，谢谢。你对台湾棒球的贡献也很多了，只是换一个跑道而已。希望你往后的人生可以有更精彩，也更像打职业一样，就是有很打算上来。所以只是换个角度而已，所以希望你在往后找到更好的工作。